저한테 2022년 이렇게 초창기에 일어나게 돼서 운명 같다는 생각도 들고요. 访谈时说结婚像是命运这段内容在主演的韩剧《爱的迫降》中已经透露。 뭐야? 우리 리정혁 씨 나랑 운명이고 싶은 거야? 南韩演艺圈男女神玄彬跟孙艺珍的婚礼就在3月30号今天登场，看到最新曝光的喜帖，时间是下午4点，也就是台湾时间下午3点钟，在有南韩最美饭店之称的华客山庄首尔大饭店举行。因为绝美的景色加上顾以密像是陪帅裴勇俊，还有池城李宝英的婚礼都办在这里。说到玄彬跟孙艺珍，两个人是在2018年合演电影《极致对决》中结缘，2019年在合作《爱的迫降》。 擦出火花，期间被传了3次绯闻都不认，直到2021年元旦被南韩最强狗仔拍到打小白球约会才认爱。两个人交往了近2年，不负大批粉丝的期待。今年2月宣布结婚，而男女神的这场世纪婚礼，玄彬的17年好友张东健将担任祝词，另外包括何志远、孔晓振、润娥，还有跟孙艺珍合演《走失请吃饭》的漂亮姐姐的丁海寅等大咖都会现身。这场婚礼将会星光云集。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